今天一分钟教会你们皇冠家事无力怎么知道是不是排气管堵塞。首先我们来试一下看是不是家事无力，现在加油加不起来。这种问题不用去修理厂，现在我一扎就教会你怎么判断。其实他看这里的话是没有多大用的。我们把车挂到 P 档，要把油门加到四千转，现在听一下。来，沙沙沙的声音。那么这个是一个什么原理呢？因为排气管堵塞，那我们把油门加大之后，那气排不出后面，它会从中间那里漏出来，所以会有那个呼呼呼那个气的声音。现在我们升起来看一下，大家现在怠速的时候，它排气管刚好能排出去，现在它是不漏气的，加油，加大点，来，气从这里出来。我们看到排气管中间就有个弹簧，然后压力一过大，这个弹簧就往回缩，然后那个气的话就会从中间漏出来了。哎，先别拆，先别拆，这是赖总的车，等一下我报价。哎呦我的妈！记得点赞收藏哦。